我们放 Angler 叫进去。喂、哎。Hello， 大家好，我是 Licky， 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今天我们继续啊，方舟生存进化。All right, OK， 好的，等一下，让我下去先啊，很怕很怕，All right, 不要吓死我。OK， 我已经在没有录影之下呢，盖洛一层上去了。对了，就在那一个，等一下，飞上去先，就刚刚的盖洛一层上去这样子了，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呢。一直重复这样子盖，如果录给你们看呢，应该会闷一点这样子。OK， 有一点不平均了，不过没关系，开灯就会很美了。好来，现在呢，刚刚我就把我的那个偷蛋龙呢，已经是把它 enable wandering， 你看见它去了哪里？偷蛋龙去了哪里？有大便 ？OK， 大便，哎，来 ，OK， 哎，偷蛋龙不见了，阿拉曼 ，OK， 在那边发老汉，发老汉在这里，发老汉自己在那边捡蛋了，你看可爱了啦，啊，自己在那边捡蛋，你看那，哎 ，enable wandering 啊，每一个会生蛋，为什么每一个生物都会生蛋呢？说每个动物都会生蛋呢？男女都会生的吗？烧鸡 rex 说好像是男的，对啊，男的都会有那个符号哦，很奇怪，代表他会生蛋吗？还是他跟其他母的在那边，他就有那个蛋了？可能是这个原因了，不要理他先。好了，现在呢，要干嘛 ？OK， 刚刚我就升了一等，这样了，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学，有什么可以学？我觉得我要学这个桌子，今天我要弄这个桌子，七分，桌子 OK， 七分，还有这个 wall torch， standing torch 这个墙壁的那个火把，墙壁的粘着墙壁，还有这两个，还有上一集我忘记了，就是那个放大镜。放大镜，因为我驯服，因为我遇到那个巨兽龙的关系了，太兴奋了，一时忘记了这一个放大镜了，不好意思各位。All right， 等一下我就要研究放大镜的东西了。OK，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呢 ？Wall map， OK， 学这个 wall map。现在这一集呢，就可能在待在家了，做东西比较多了。哇，原来东西要做，很多东西要玩哦。这个长尾要做，哎呦。OK， 暂时这样都是九分了，没有分数了，不用看了。OK， 来 ，Mission One，Magnifying Glass， 放大镜，来，放大镜，喂，你不要挡在我的这个工作室门口可以吗？不要挡在这个工作室门口先。好了，我们看下那个放大镜，上一集弄到一半忘记了。OK， 我有一些 blueprint， 我放回去先，不好意思。刚拿到一些 blueprint， 那本书橱呢？书本的橱呢？我就放这里了。对了。Blueprint，OK，、okay, 大便呢就直接放，哎，很可爱。我是怕什么的嘛？为什么我担心之前不要给它乱乱跑？因为呢，你看了、啊、我的家，这里有一个洞哦，它一走过来这里，它就整个人掉下去了，它整个恐龙掉下去，你懂吗？我很怕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哎呦，等一下我会。Oh shit！ 哎呦 ，Oh no！ 我怕整个都会掉下去，这样我怕了。OK， 因为上次我也是不能再自己接，我试过了，掉下去哦。哎呦，难搞这样子。我会盖一些东西缝遮住它，好像这里呢就很大的洞。之前我就盖一个墙壁把它遮住，这样就很难出去了。没有，不是难出去，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机会出去。这里也是。对了，那边我也是这样子做的，其实因为哦没有太多的时间，你看这里。又有一个洞，一个大洞，真的是接受不到。这里应该 OK，Yes，、OK, 我觉得总是要洞。等一下我就补上去了，全部东西有洞的全部补了，不要给那个偷蛋龙啊，人家吃中了，我都不懂什么事情。OK， 偷蛋龙我还是不要给他乱走先，我怕了他又不见了，他又失踪。等一下，待着啊。好的，放大镜，忘记了放大镜。等一下，大便，放两粒。十点我会比较集中在种东西了。十点先，哎呦，这里有结果了，有一点点结果，这样很开心哦。有一点点成果，不是结果，成果，不好意思。OK， 这里有一点。好了，水还蛮足够的水，好像。Dino Berry， 剩的呢？你就容量。OK， 还有容量过后体力，容量。哎呦，这么我
不小心按到氧气了，惊他的灾。好了，继续我们的放大镜了。放大镜 ，Wood 十五 ，Height 二十 ，Metal ingot obsidian， Metal ingot， Metal ingot obsidian， 现在又缺乏 obsidian 是吧？要这样子玩嘛是吧 ？OK，Wood fiber。Fiber, OK, 看一下还有什么，还欠什么东西 ？Hi, Crystal, 对的 ，Crystal 上是有很多的拿到，对的，在山上遇到那一个巨兽龙的时候收集的，收集回来了，竟然忘记了这个合成一个，这个也是可以合成的，这个是 War Map, OK, 一次够合成的两个 ，Alright, 漂亮啊！哇，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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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Crystal 放进去 ，Obsidian 放进去 ，Metal Ink 放进去，对的，就这样子。那现在我们要放这个 wall mat 去哪里呢？这个 wall mat 还蛮大一下嘛，感觉上。OK， wall mat 呢？地图，战斗的地图。好了，我们就放在我房间这里吧。OK， 这里感觉上还是不错的，因为一起床呢就可以望着它。睡觉之前呢可以读下书，这样可以温习一下功课。All right。哇 ，map 漂亮，还有做什么东西？只可以猜。OK， 没关系，感觉是还蛮不错。哇 ，map 这里要放一个东西，好像很有点空调这样。迟点先啦，因为我一开始我盖这个木的家呢，我迟早会把它变铁了，迟早了。不过没有这样快了，暂时木都没有什么问题嘛，暂时用这些。最重要是集中现在的建筑物呢，就集中在这个塔上面。就这样子不了。OK， 还有什么？放大镜，我们看一下放大镜。还有一个，哎，那棍呢？我上次做了这一个，这一只棍出来的。这只棍应该是在巨蜥的身上，还是在那个雷龙的身上的 ？OK， 棍啊、哦，对了，棍在这里。等下我要再去海看一看那一个暗康鱼，听说它会掉落那一个什么 angler gel 啊，就是。它的意思是史莱姆这样的液体，可是它会发亮的，它会发亮的，对，我就要做那个墙壁的火把呢，把那个发亮的史莱姆那个液体呢，把它放上去，这样。喂，那边有人打架，一定要帮手，不要乱来，你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哎呦，后头龙赢了 ，OK 了，漂亮，很帅。这个我等到这个东西下来，看下有什么东西拿这样。OK， 放在六号前。来了，我们测试一下，还是这样子哦，还是打，这个是打，这是看他，好看，我们看他了，哇、哦，他的血量，呵呵，看到他的血量的，呵呵，哎呀，有点靠近这样子，看到他的血量 ，Patchy， 73，慢慢再恢复这血 ，OK， 看一下其他东西，乌龟，看一下这只乌龟，哇哦，千多血哦，别开玩笑，43等哦，这是大哥样哦。OK， 来了，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来了 ，Oh my God， 卡着。All right， 全部都是 blueprint， 拿了。OK， 好了，乌龟，看一下你的血量，六等，980。OK， 你冷静点啊。OK， 来了，滚！滚！各位观众滚！乌龟，你好吗？滚！看到这只棍了吗？你可以给我测试一下棍的力量吗？可以吗？你不要傻了！你没有礼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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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礼貌！哇哇哇！打晕他，打晕他先，打晕他先！啊，溜整了。不要驯服这个！哎呦 ，Oh my God！Oh shit！ 测试一下这个机关枪了，可以测试吗？你这么东西，哎呦，这样多枪都不会死啊！这个东西，这样多枪都不会死。Oh my God！ 六等的乌龟要用这样多粒子的，不是？哎，哦，剩下一点点血量，280气血。来了，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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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我觉得有点浪费，没有子弹了，这只没有子弹，哎呦，60粒才使用完，惊他的灾。
嘟嘟鸟，嘟嘟鸟，看一下嘟嘟鸟啊，48血了，我可以打玉林吗？打玉林到你吗？喂，嘟嘟，嘟嘟鸟，嘟嘟鸟，喂，哇哦，哎呀，经理的 J， 哇，他晕了，啊，这三只都是我的，三只嘟嘟鸟把他带一家将啊。OK， 又有幸福的嘟嘟鸟 ，OK， 漂亮，还一只呢，来呀，来呀 ，OK， 来呀，来呀，啊，嘟嘟鸟，嘟嘟嘟嘟嘟嘟嘟啦，啊，刚刚好晕掉 ，OK， 好了，我们带回去，刚刚那一只呢，嘟嘟嘟嘟嘟嘟 bird， 嘟嘟 bird， 啊，名字等一下先，过来过来 ，All right， 好了，你们三个帮我专门帮我生蛋，我需要你们蛋。制作一点材料这样子 ，OK， 有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All right， 突然间天亮 ，OK， 你们三个呢，就要跟我回家了。现在走，来了来了，他们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哇，很刺激，他们三个很刺激。原来他们跑步还蛮快的嘛，不用担心啊，这样子飞喽 ，Chicklamega。哔哩吧啦 ，We were Lisa。好了，你们不用。哎，等一下，有蛋。哦 ，Rex， 红色的就是暴龙的鸡蛋。OK， 放回去先。We were Lisa。Chicklamega。哔哩吧啦。好了，不要玩了，那蛋他们。We were Lisa。OK， perfectly done。OK 了，猪头们三个在那边做两个桌子。OK， 说把这些放回去这样了。All right， 一回到家又要热了。OK，nice。桌子呢要放哪里？各位观众，桌子拿下来这里六号。Boom shaga laga。OK， 二楼呢一醒来呢。就喝一喝咖啡，这样欣赏一下风景了。喝一喝咖啡就可以这样子，对，欣赏一下风景。对的 ，All right， 这里还可以放一点那个围墙，应该还不错，木的围墙。六号放着，会不会很难出？这样子不是很难进来咯？反正都可以飞进来是吗？不用怕的，可以飞进来呀。哎，哇，三个 ，OK， 好了，一个在这里，一个左，一个右嘛 ，OK， 一个左，一个右，过来这里 ，OK， 漂亮，一个左，一个右，漂亮，好的，到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做椅子，我的梯一直没有反应哦，奇怪，梯。多数在这里做东西 okay， 这个放这里了 okay， 放不到那就放这里吧可以啊 Hotel Motel 经理个醉 Hotel Motel 经理个醉 Whoa 因为这个是长的桌子呢一定要两个椅子才比较好看这样的如果有客人要来呢可以谈情说爱这样 OK 都可以还可以接受到那个距离还可以接受到的距离 OK 这个就过来一点真的布置一下我的家嘛今天 OK 布置我的家一下不要每天都是驯服啦是不是如果每次每一集都要驯服东西呢会不会是有点闷这样子呢因为方桌嘛方桌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我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又跳下去了又跳下去这样子应该 OK Oh, what happened? 我要坐椅子，为什么会站在桌子上？这个嘞？喂！你看到我是向着椅子。Oh shit! Oh shit! Sit on the wooden chair. 他讲按 E 哦，是坐在椅子上。我一按 E， 呜，完全就是坐在椅子上嘛。这个是椅子啊，原来 up 的逻辑。
方舟的逻辑是这样子，很顽皮哦，这些东西。哦，来来，哦 ，OK， 是要这样啊，我们做到吗？哎，弄了一个椅子不能坐，弄了一个椅子不能坐，这样啊，什么意思呢？哎呀，没关系了，算了，我们放弃了。Wall torch, stone, 石头，做主动的两个呢，这个可以放过去，这里的家饰的东西放过来，石头。这个哎，弄完了，不要等了。它这个东西呢 ，OK， 它放在这个墙壁。对了，就是这样子。哇哦哇哦哇哦 ，OK， 就这样子两个 ，Alright，OK，、okay, 不错，放这木暂时用这些。Nice nice nice，OK，、okay, 感觉上还蛮漂亮的嘛，不错啦，不错，还蛮漂亮啊 ，OK， 呼呼。Alright， 现在呢就下海呢找安康鱼，等天亮的时候我会下海 找安康鱼。等我挑一挑伽马先，伽马四，给它亮一点。还有呢，我要带我的东西出去，我要带剑、盾、剑、裤子，不要卡着了。安康鱼，你带了我来这里 ，OK， 过后呢可以停，我自己开门。班长基勒，好久没有见哦。你有没有饿到？你干嘛你？你什么事情？海豚。哦 ，silica pearl，silica pearl， 我们下来找一找材料了。今天 ，OK。安康鱼，安康鱼，冷静点，过来，过来，有安康鱼，安康鱼，来了，有安康鱼了，漂亮了那就。All right。OK， 死了，不要漂浮，不要漂浮，不要漂浮。Okay. 我需要它，为什么我需要安康鱼你的吗？你看我砍它，这个是什么 ？Angler Gel， OK， 有了这个 Angler Gel 就好玩了、哦。跟你讲，这个 Angler Gel 就是可以发灯的东西，在晚上发亮的东西，这样类似。OK， 安康 ，Angler Gel， 呜呜呜呜呜啊啊，三十。Alright, another one. 用剑会不会比较多了？好像用这个比较多。嗯，剑好像不错，剑比较多的那个材料那些了，又有肉了，哇，这里有100个。趁现在是天亮是吗 ？Angler Gel 要晚上才可以再发动吗？我们测试一下 Angler Gel 100罐先，100个 Angler Gel 试下呢 ，Angler Gel 就放在 OK 到这个房间了，当然是由我的房间开始弄嘛 ，Angler Gel 的东西是不是？这里刚刚不知道这样美，书房嘛，书房这里就要一个的，跟你讲，我们放 Angler Gel 进去，喂。看到吗 ？Angler Gel 的威力就是这样子。Angler Gel， 是不是很不错呢？很不错是吧？关灯，喂，关了还在着呢。哦，关了，大概5秒这样子，它就自动消失了那个灯光。好了，来，不错，这里也是可以放一个，这里也是可以放一个。呀，我们看一下它。大概几久呢？几久就会消失一个这样子，大概4分钟或者5分钟，它就消失一粒。4分钟了，消失一粒。这个什么 Angler Gel 不错了。来，我们把一个放在这里。有桌子，有椅子，有书房，有床。好了，现在一讲到床呢，我又忘记了刚刚有一个新的床出来了，我们可以弄一弄那个新的床这样。出来先。好了，给它再燃烧一下了。哇老真的是 OK， 他要什么 Polymer 80我有 Perf， 哇老耶 Perf 都要啊，200个 Perf 既然材料都够 Bad 啦 Bad， 做一个先，只可以做到一个，哇这个很大工程哦， Polymer 要80个了，呵呵，铁要320个，好了，已经好了，我们
了我们的船过去了，四公斤这个船。The modern box style bed has two metal the high detector X response point. 床，这个是双人床哦，这个双人床就要这样嘛，是不是？我们靠近这里一点先，来，双人床过来一点。OK。哦，啊，双人床要帮我的船改一个名字了，这样。床，不然。床了，对了，我只可以涂到这样哦。他头上的那个部分哦，没有办法涂耶。他头上那个部分，他身体背后这个部分哦，因为那个镜头了，我不懂怎样去缩大哈，就这样子是最极限的，我很极限的这个升等啊，这个他呢。攻击力最重要了，真的是攻击力最重要，攻击力好过这个。Oh my gosh！ 好了，床盖了。今天的成绩呢，我还欠什么还没做？好了，今天刚刚全部更新的都会做完。下一集可能会驯服剑龙了，可能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出现的话呢。好了，今天的成绩就是这两块楼梯。OK， 放了一个地图在我的第二楼。这个第二楼的家平时都很少提起的。对了，还有这个火把，粘着墙壁的火把呢，还有放了一些 angler 胶进去，白色的 angler 胶。对了， angler 胶四周围这里都有，一二三四都放在这里，整个房间的量很多了。现在还有一个书房呢，书橱呢就放在这里先，不是放这里先，书橱呢我就放在我的床旁边哦，旧的那个床旁边，可能你们不太注意到这个床了，因为我都很少走过来了。之前还有这个新的床。刚刚盖了新的床，还有呢，这里放了一些椅子、一些桌子，这样呢。可是那个椅子呢，你一坐的时候呢，你站上去，啊，你坐在椅子之后，你站上去的，很好玩的这个东西。OK， 你看椅子啊，你椅子啊，我按椅啊，你看我准备按椅 ，OK， 漂亮，它站上去了 ，OK， 啊，漂亮哦，这种椅子那里找哦？我觉得是那个桌子的 bug 了。桌子它还没修啊，一个测试一下放这个，哇，看到吗？看到吗？来，朋友，一起烤肉了，可以哦，可以放东西上去的这个，所以基本上你放在地上的东西呢，都可以放在这个桌子上面。这个桌子的好处应该是这里的，我本人比较喜欢这个，多个火，多个平时那种火吧，还有放大镜咯，放大镜，就像近距离。啊，看他的血量这样了。Alright， 近距离看他的血量了。我的那一个宰狗碎变的蓝色了，下半身蓝色，上半身黑色的这个东西，75000血，不错了。OK，Nice、okay,。还有了这层楼呢，再盖多一层上去，这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了，就这样子。过后呢，那么这一集呢就到这里先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给一个赞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那么记得订阅。还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哦，拜拜。